是。你晚上吗？我比较吃。刚吃一点。咱这脚还臭。我比较吃。刚吃一点。咱这脚还臭了。好嘞。三代二行吗？啊，就是说这是快下中秋雨了。是。直接来。超级多又是毛腿的，是不是快下了？那、啊、差不多了。啊，走走走，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肩膀哪儿？肩膀。你来了。快快快快！快点。找胃出来了，等你好几天了。攻略攻马驹，喂，这咱们出去等他自己起来。这是红糖水，这是加三两。这是一匹英国纯血马，小马驹的父亲也是纯种的英国纯血马，因此刚出生的小马驹完整地继承了马中贵族的高贵品质。对于内蒙古鄂温克草原上的牧民来说，马驹的出生是一件平常而熟悉的事情，但是像这样躺在铺着干草的马厩里，在人的帮助下生产，产后还有喝红糖水的产驹过程，在草原上可并不多见。内蒙古草原上数量最多的是蒙古马，这种马以耐粗饲、耐高寒、生命力极强而闻名于世，即便是在小马驹出生的季节里也不需要人来看管，刚刚出生的小马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站起来奔跑了。闲暇的时候，牧民才会偶尔出去找一下自家的马群，这时候才会发现自家的马群又增添了新的成员。我们北方少数民族啊，是一个马背民族，那么有个灿烂的几千年的马文化，那么有这样的马文化，那比如说呢，我们有这个马的各种赛事啦、歌曲啦、神话啦，那就很多很多吧。那么有这么样灿烂的几千年的马文化，但是我们的马没形成一个大的产业。自古以来，马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草原上的王者。在古代的战争中，骑兵可以掠过千山万水，靠速度来取胜。在无边的草原、荒凉的大漠上，马蹄缩短了空间距离。后来马又成了草原民族离不开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今天的草原牧民却感叹着身边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是
甚至好多年轻人已经不会骑马。古老的放牧店，从前骑在马上扑鼻而来的是马蹄踏出来的草香，而现在却是刺鼻的尾气油烟。从前人们聚会的时候，蒙古包前拴满了充满灵气的各色骏马，如今却被汽车、摩托车代替了。难道马要从草原上消失了吗？几千年的马文化，我们现在也应该发扬光大呀，是吧？你这个世界上你有高层次的一些马的产业，马的竞技比赛，它的马文化，那么我们也可以改这个就是改革改革，我们也更走向更高的马文化层次上。改革的目的是在传统马文化的基础上，对草原上单一的蒙古马进行多品种化的改良，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化速度赛马、马场马术和障碍舞步等能与国际接轨的赛事和与马相关的旅游娱乐项目，进一步开发出马乳、马肉以及生物制药等马产品，从而形成一个现代化的马产业。为了这个目的，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在2009年开办了科兴马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了育马基地，引进了英国纯驯马、俄罗斯布琼尼马等优良品种的马，和本地特有的优良品种三合马进行优化改良。引进的优良品种马价格昂贵，饲养成本高，牧民是承担不起的。鄂温克旗政府就为牧民提供免费服务，目的是把牧民的马提高一个档次，打破以往草原上只有蒙古马的单一格局，为进一步发展现代马产业打下基础。好了，安乐黑，育马基地采用的是人工受精的方式，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母马在产居一周后就可以再度发情，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对成群的母马进行摸排筛选，对发情的马进行人工受精，把已经怀孕的马从马群中分离出来，精心饲养。找不到我了，系上吧，这怀孕了多少天呢？差不多一个多月了。一个月？人工采精更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这些纯血种公马个个脾气暴躁，动作迅猛有力，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次种公马踢伤工作人员的事情。对采下的精液还要进行严格的检测，各项指标都合格之后，放入低温钢瓶内，立即送往几十公里外的牧民家里。牧民已经把自家发情的母马圈进了栅栏，育马基地的人到达之后立即给母马进行人工受精。这是一项叫做冷链配种的技术，能使母马受胎率达到68%。这个我们说了，
这是浑血马和鄂温克旗当地优良品种三河马杂交后的第一代马驹，可以看出它们既有纯血马的身高和修长的四肢，又有当地马的奔跑耐力和耐高寒耐足四的特点，因此深受牧民的喜爱。市场是需要什么样的马呢？第一个需要这个体育竞技马，尤其咱们民族马术这个表演的这些马，还有娱乐休闲马，骑乘方面的马乳啊，说是这个接近人乳的营养这个特别高的一个乳制品。那么这块是我们开发的一个大项，还有什么马肉啊、马皮了等等非常多。那么在深次的在开发的话，你像这个孕马血精，就是这怀孕马的血精，我提出来以后，我做生物制药，洋企业的介入，再带动一下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养马的牧民，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大的产业。在孕马的同时，鄂温克旗政府还在职业高中开设了马术专业，开始招收学员。99%是牧民孩子，因为我们的赛马现在已经不是说传统型的赛马了，它现在正在一步一步走入正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一批自己的骑手。来这学校之后，白天上文化课，学英语、语文、数学，兽医、饲养。下午在马棚，刚开始我们学打理马，扣蹄、刷马、打蹄油，先学这些，学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开始骑，学马场马术，就是基本功。在纯血马上，耳朵里怕进水的，就跟人也是一样的。然后你就用毛巾把它打湿了，给它抹，洗两遍给它抹干净。每次纯血马都是这样的，就是马头一定记住不能用水管子撕，明白吧？哎，好，起吧。对，耳朵把那缰绳给它挪开，挪开把下边擦干净。还有耳朵后面。他那马那鼻孔啊也有灰，把那鼻孔也给他擦干净了。本经理。三大纳木把安全条子备齐了，把那个裤腿都带上就行了。好。马场马术的训练课是从备马鞍系裤腿开始的，教练伊日贵是学员们的师姐，是鄂温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的女儿。从小也是喜欢骑马，本来家里牛羊也比较多，我以前的工具就是骑马嘛。
马场马术的骑马方式和草原上牧民的骑马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日贵给学员们做示范是基本功，骑手身体的上下运动一定要和马背颠簸的节奏相吻合，否则人和马无法协调。这项基本功如果不好，其他的技术就无从谈起。当时来的时候感觉这马就不像我骑以前骑的马，特别高，就是野性比较挺冲的那种。本地马嘛，它就是不像说我们骑的时候是说跟它接触这么多，什么抬蹄儿啊，还有护理啊，还有刷呀，或这些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只是背个鞍子上去就完了。但是来这之后学的东西挺多的。一日贵能胜任的只是传授基本功和一些初级的技术动作，往后学校还要从外面聘请高级别的教练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教学。给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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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炮。除了马场马术以外，马术学校还有障碍舞步和速度赛马两个专业。障碍舞步的骑手全都是女孩子，目前他们的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这已经给古老的草原带来了一道亮丽的景色。Hello， 我叫奥英，这是我的爱马叫大白。我叫吴金木，这是我的爱马垫垫。我的名字叫车根，我的马叫大白一。我叫喜乐木格，我的爱马叫龙龙。我叫乌人，我的爱马叫蝈蝈，我非常爱它。我叫莎莉娜，我的马叫毛毛。我叫思思格，我的马叫感恩哈。我叫奥拉娜娜，这是我的哥们儿舞者。我叫吴君记，这是我的马，叫尊尊。马术学校的重点项目是速度赛马，这不同于草原上牧民的纳达木赛马。纯血马不能在野地里狂奔，而是要在赛道上跑。朝乐门就是速度赛马的骑手。喜欢这骑法，有绅士的感觉。骑着，我第一次看纯血马是在我们骑特兵节纳达木上，看到别人家一个挺速度马。在这1000、2000、3000米都拿冠军，那个我就开始喜欢这种，它又高它又漂亮，然后就开始喜欢，所以我就看看就来这儿学这个骑马。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鄂温克族盛大节日色兵节了，到时候马术学校各个专业的骑手和马匹都要参加表演的比赛。这些牧民平常很少能看到的纯血马将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为了这个盛大的节日，骑手们都在做着精心的准备。下周同一时间，中华民族栏目继续讲述鄂温克草原上人与马的故事。